这个是一方面，我们是去体验他们的生活，我们聊话才有一方法比较更深入的了解。你画画不了解他们，只是凭人家讲或者从报纸上看，你画不出好的画，就是你要亲身到那边去。那么有时候到马来西亚，因为那时候是属于我们一个国家马来亚，那么那边房地产罢工啊什么，我们跑到那边去体验工人的生活。老师当时的那个画画的风格如何？画画的风格我们是坚持是现实主义艺术，就是苏联的他们所提倡的写实的，要画的真实才能够表现出那些大众人的生活。比如说那时候有时候画那些小贩啊，你没有写实的基础你画不出来，所以开始是画的不好，慢慢很多都画的很好。老师可以讲述那时候在马来亚联盟以及危机时候的那个情况，以及跟那个艺术有什么影响？那时候基本上因为我们画画都不能够直接参与政治，我们通常碰到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所主张的艺术是现实主义艺术，是要表现社会生活，但是我们不参与又不行，我们就没有我们的那些艺术呀，要画的东西就没有办法。但是你一参与，那时候你是文化团体，参与政治活动，就经常会碰到很多问题。所以我们会员是没有直接参与这种政治，都是个别那些，比如说我要画他们的那些，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看看，这个是个别的问题，这个不是为会那个会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会不阻止，我们不反对你们去参加。我们那时候碰到很多这种问题，很麻烦的问题。当时那个研究会有什么目标吗？当时研究会的目标主要就是说，我们学画就是要反映社会，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些，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这个，所以到最后我们有时候有开这种画展，介绍外国的一些画，但是那些是复印的东西了，就介绍比如说一些那时候的越南战争的一些 poster 啊什么，我们有时候在会所那边展览，主要是让会员能够学习他们的表现方法，是不是？老师，你觉得那个研究会员也有那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哪些？研究会的代表性作品呢，主要就是第一届跟接下来的这几届的作品都相当不错，是代表车道的基本的要求，是很好的一些作品，当时就是受到很
很多人的观，所以有几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作品就这样失落了，好像第一届在马来西亚巡回展览的1955年的展览，有一些回来就不见了，因为那时候政府要把这些作品引进。这本是第一届吗？还有第一届？哦，这本是第一届。这个虽然不是术语车道艺术研究会，但是主要的成员就是车道艺术研究会，所以这也可以说它是赤道的前身。前身，这叫什么呢？这个是艺术研究会，叫艺术研究会，53年，1953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可以给我们讲述当时好像印的这些刊物啊的情况吗？还有哪些？哦，这些刊物都是那时候我们会所求，那么有一些是那些小型的印本吧，算很便宜的价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印产生，只能够呢印黑白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找那些商家跟广告，所以有一些部分的广告的后面哦，那个都是他们。可是那个关于艺术研究会啊，那时候是几时，还有什么情况下终结的？艺术研究会就是在，应该是详细的日期我还不记得，大概1973年，因为当时的会的成立，每一年都要重新组成，每一年都是要申请组成。那么到那一年的时候，他来一封信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被批准的理由，我们没有办法打。为什么我们不被批准？不被批准是你，应该你讲出理由。”不是我们讲理由，我们的理由就是我们教这些会员从事画画，把他的画画出来献给这个国家，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就这样结束。像大家不是很伤心的时候，就各走各的来，有的就去做工啊，做广告什么。老师呢？老师，你有去做广告吗？还是继续画下去？我有一段时间，我是到结束了，我才去做广告。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画画是比较好，你没有画，你没有进步，不会进步，所以我只有教这些会员。朋友这样一起学画，我另外一方面我也学到做那种散的，比如说有时候我是到那种工厂去做工，做那国际不是有一些国际厂吗？在嘎朗那一带有那种国际厂，我去帮他们收夜间的什么，一个月才70-80块。那么我只要能够维持画画，我就够，因为那时候要求不高，只要可以过。老师，现在我们要问一下你那个画画的生涯。好，请问老师，你是什么时候发觉到爱上这个画画艺术啊？我是很早，大概18岁，那时候我是从印度尼西亚，因为我早期1946年从印尼到新加坡，是因为日本投降过，1946年日本投降，然后我们的家乡也是台，
还有我就从那边坐飞机转逃到马六甲，再从马六甲逃来吃的。所以我话都好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就特别对这些话很有兴趣，因为我的亲人，我的父亲，他们早期都是移民的，所以跟他们的小孩子的时候跟他们接触很多，所以印象很深。那么来到新加坡，我就进入那个重症重症，但是我会因为我们在印尼啊受教育很少，英文华文都跟不上，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对画画很有兴趣，我就不让我父亲知道，又跑到南寮美家去洗澡，偷偷跑去的。因为我父亲是注意我，只有我知道，知道他不知道，但他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毕业所以没有法，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喜欢画，那么主要是受一些大张艺张艺的喜欢，经常帮忙，所以我就特别心急。这么说来的时候，老师，你的老师就是张艺张艺，这是谢大，谢大，还想说一下他们的艺术创作生命。可以讲述一下关于你整个经历啊，捷达的一些情况。好像捷达，捷达他是他身体很弱，他有 DB 大概三级，那么那一次就在前线，那么我因为家里没有什么人，只有对，我就在美妆一直画画，画到有点超过了。那么，现在看我们很勤劳，那么对画画很有劲，很有兴趣，就支持我，帮助妈妈我指点很多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会有基本的规律，哈哈，啊，所以受到很大的感动。然后张丽在我撤道的参加撤道的时候，撤道艺术研究会的注册是张丽帮我，对，政府没有批准，因为他是留法的法庭，那么那些注册机呢就跟他留说后来才批准。那么我们的话他一定打，我们的展览他一定打，一定去看指点，所以我们对他特别。那么中士兵是说我第一年进南洋美专的时候是属于他懂的，但是他的画法虽然是说比较新的，比较不接近我们所要求的，所要画形式，但是他的一直画画就觉得他的很有另外一种风格，就是那时候那些画画的影像什么还没有风格什么，那么我就从中喜欢的画画方法，因为我在我本身来讲，我是觉得画画的东西啊，不要单纯看喜欢的，有时候一些你觉得你不是很喜欢的，但是你可能你从中你会得到一点灵感，从中学到他们的一些方法，
画画，我听的主要是两个抖音，看就是看他们的优点，然后从中吸收，就是所以我有时候画是跟他们比较同，我说老师的人在画画的话比较放。就是关于那个创作的这灵感，你的主要从哪里来？主要就是从他们的身体。所以我初初是有画技，画技就是我当时留在我自己工作，就画一些做粗工的。那么后来我经常把马来西亚弄完。因为在大概1960年，我第一次去到马来西亚东南亚的时候，跟他弄啊，我打完我一打，我一发现是一些移民的生活很生动，因为刚好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接近，所以。在过了那段时间，都市化移民的时候，因为看起来他们比较模仿，那个几个跟海浪跟他们的生活是有点东西。不关于那时候画画的时候，是不是说有谁来支持？就是说支持的，或者是说帮助的之类的。很少很少，当时，所以我父亲反对我画画，就是这样。他是说十个画家九个钱，你包产的，真的在过来画画很少人跟你买画，好像我们，我有时候隔壁的时候很有介绍，我一些画是卖到。日本，他们介绍的，有一次跟喜庆龙展览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联合画的，我是画东海岸的一些风，那么一个美国人他觉得，因为他对这些生活比较新鲜，拉网。我就看中了一张画，一直要跟我说，我不大喜欢。后来再一次回来，你叫我卖给他，他说你相信我买你的画，对你有帮助，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家里，我可以拍那张画回来的位置来给你看。真的他还很会了，那么从那时候他就介绍他的朋友，那么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人是联合国美术协会的会员，那么他要介绍我参加那边的话，但是我是会员，所以我就。这些话就卖到那边去，就是因为那个关系。除了双重厂家是很少，还有博物院之类的。博物院就是没有在我们去过，我是忘记了，所以的。那么现在在谈起账来，往那边去，这样。当时，比如老师画背后的这两张小孩子的话，可以讲述一下那时候一些小孩的生活啊，或者是这两张的灵感是怎么出来的？这个是马来人，一个是马来人，因为那时候我
工作通常一直在那个香港街，香港街的新加坡的海带走动，那么这个小孩子是在买罗咖啡，罗咖啡卖报纸，卖报纸，卖报纸，我看了很感动，然后就把它画出来，让我看看有些小孩子的本领是的。在网上卖报纸，那么这个马来西亚，因为我们的会所是在吉隆32巷，那么我们的一些模特都是在那个福建那一带，吉隆那一带，请那些三轮车夫来看，那么经常看这个小孩子坐在那边，然后我们也就叫他画，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受请那些模特真正的模特，因为我们也请不起，一个钟头50块，那么请他们一个晚上10块钱。我们一场的话最少要花一个晚上，然后请模特最少要一晚上，所以我们对这些人的戒指就是这方面去练习。所以当时老师也是画很多这些新加坡早期的像印度人的话，印度人的话，因为我们就是说，我们经济上的问题，跟我们觉得他们是低层的人啊，在比较这个社会比较受的，所以我就经常找是这些人来做的。老师，你的在那个作品里面啊，你觉得最得意的作品有哪件？最得意的就是美术馆收的那一张，还有一张美国士兵，同一个士兵有一张士兵旁边，我自己收藏的。那我还有几张，就是马来西亚的衣服，衣服啦，这几张。没有卖，我的时候都收着了。啊，我还没见过卖的。这些都是移民的孩子。老师可以讲述一下那个关于美术馆收的那张是什么？那张就是那个国际厂的那些工人在施工的时候的情形。我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我经常的工作是很辛苦，而且那时候薪水是很低。你想他们一个大树要扛起来寄生木板来做建筑的，是很辛苦的。他们的生活有些我们不清楚的，很难理解，因为我跟他们生活有一段时间，他们说家庭经济发生的时候，寄房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寄给我，因为你寄掉一只手指拇指25%，你收了赔偿，这个18%，这样子，就是我是从这边来得到一点补贴来，所以看到很多人这些手指都
我会帮主动的，对，所以是啊，我就画他们休息的时候，让他休息。老师作为这个新加坡艺术史的一部分，你有何感想？我觉得，美术的一直到今天还不受重视。来，应该可以做的，有各方面的艺术老师都做的，但是，那么我现在年纪大，心里也尽量能够画什么，现在我的宗旨是这样，我能够画什么就拼什么，画到最后一天。画画风格啊，就是早期跟现在有很不同。早期我是比较倾向写实，跟就是我们从苏联那边去得到灵感，相当的是。后来我又接触到这个莫奈这些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的他们的观点是呢，我们要表现光、空气。你一张画，尤其是画风景，在我自己本身，你画一张风景，你没有那种深度，那一张风景一定不生动。那么这些深度就是光的空气，你要画出有光有空气，空气是你讲不出来的，空气是什么样？空气就是色彩的变化，你能够从色彩的变化去感觉到它的深度，那个就是空气，就是我说你觉得那个故事。很多一点其他的颜色，其他颜色会感在你的头脑感觉到很迷，这个是空气跟色彩，所以就受到那个这种影响。可是你都没有在新加坡应该怎么样去宣传艺术家？艺术家？这个基本上老师讲的还是很难讲起，因为不是我个人能够做到，是要靠大家一起来一起做，然后大家能够一起。好，我假如能够经常的大家能够一起看一些画面，一些像热心有支持的人呢，那么可能自己就会想到周边一些年轻的去尝试，那么这个艺术就会落地，艺术实践，而且我记得中国像我看到大几个学生在那边。我们在新加坡看不到，对，我在安徽那边，或者其他安徽、黄山以下那边一个地方叫婺源，那个风景不是一大城市的那种。艺术就是从这边去培养起。比较年轻的艺术家，刚出道的艺术家，老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？我是认为他们应该能够多像那些画
画比较写实，那么都看你是画还是艺术的。因为我们新加坡很少介绍外国一些艺术作品的，其实这个是一种，好像我从来没有去过画画馆里看那些画，我就很难吸收到他们是比较先进的，我会很难吸收到他们。没有玩就是，我们要进步就是靠投递地摸索，可是有一点大概就是在年轻时广播中看到一些影响大的话，才从他们去学到一点东西，一点点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我们的。